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霹雳点播站。我们目前都有持续征集大家想点播的歌曲，那么今天就来听听大家点了什么歌，以及大家想说的话吧。首先是子系想点一首《浮游》送给阿慈，他想对阿慈说：人生路漫长，万幸还有你相陪。再来是 R 同学想点播一首《花开何时》，送给林姓前同学。他想说的话是：感叹那年没有诉说心意的彼此，谢谢你带给我一段快乐的回忆。若有缘，再见。
今夜月光渐渐寒，心事谁知影？孤单梦中回头看，身边已无伴，一只。听完今天的歌曲，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？或是你点播的歌曲今天没有上线呢？我们接下来也会持续举办霹雳点播站，也欢迎各位戏迷朋友们持续投稿咯。而更多的霹雳最新消息，也请锁定每周播出的霹雳英雄同乐会，或是上霹雳网都可以获得最新资讯哦。不小心错过的话呢，每周一晚上在霹雳 YouTube 频道上面也可以收看哦。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喜欢。